家父因为在息怒之下，曾经辱骂我们说：“若我死后不要给我用佛教的仪式办后事，啊，我不消你们这些学佛人。”这话说的不错，我们学佛学的不好啊，让人家看到起反感。 真的，学佛头一个是要孝顺父母。我们这个学佛学的是真有问题，真错了。明天、后天呢，我就要到这个马来西亚槟城，去做两场讲演。实际上是讲的经文，讲的是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的。 敬业三福，这两天是去讲经。敬业三福第一句话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我们学佛叫父母师长厌弃，我们学错了。我们学的决定不如法。 要反省自己，要改过。那么他问呢？他说：“我听了之后相当难过，这个难过不行，要改过，才行。说不知道，说若家父往生时，我该如何做？还是要依照佛法的仪式来做。这是真正孝顺。”